好，这个咱们卤水啊，煮的快差不多了，我来给大家来个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卤水，所有的料下进去之后，这个卤水即将成型啊，卤水一成型就可以下菜了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卤水的颜色，你卤水是什么颜色，然后你的卤菜就是什么颜色，知道吧？看，我这个还不算是很黑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，咱们做好之后再拌点辣椒籽儿，哎，这个卖相就再加10分。好，耐心等待。